观察，可不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实际的案例，假设今天有两个10岁的男的，他们平常就是逃学，那在一个购物商场去诱拐一个2岁的男童之后，带到1英里之外，虐待、殴打，把这个小朋友打死了。打死之后呢，把这个小朋友呢直接放在铁轨上。他们知道火车待会会来，然后希望把这个火车碾过尸体之后造成一个假象，也就是小朋友是被火车撞死的，不是被谋杀。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要用刑法去惩罚他？那我在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尝试的去从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个整合，也就是回到问题的本身，然后从不同的视角来做观察。那我第一可能想到是，第一个我们要不要用刑法？刑法要不要进场来处罚这样子的被告？如果我们说不行，我们不能够处罚他，那么理由是什么？第二个视角是从程序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这2个10岁的男童来负刑事责任，他们要接受刑事审判，可能会被定罪科刑。那么当少年进入到这个司法系统，我们应该要设计怎么样的系统来处理、来对待他们？那么第三个视角就是人权法，有没有可能侵害任何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权，比如说公平审判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观察到儿童人权公约的3个特色。那这个公约是最重要、最权威，而且是面向最广的。那我特别提出一点，这个公约它是采取一个整合型的立法模式，换句话说，它不是单点或者是片段的，它是对于儿童权利，它提出一个全面、全方位的一个声明。那第二个部分是最多国家签署，联合国的会员除了美国之外都已经签署。换句话说，它正式的去把儿童权利写进一部法律，然后反映出它的图像跟面貌。第三个特色是在于它融合了5项权利，而且它是具有法律拘束力，换句话说 ，legally binding。那么在这54个条文，它把5大面向——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5个权利做一个整合型的思考。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的思考跟观察。如果从刑事的责任年龄，刚刚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我国，似乎非常容易，也就是根据刑法18条的第1项，未满14岁的人不罚。那么按照刑法86条，他可以是以感化教育、感化处分句号，不用处罚，然后我们只要给他感化教育或法律处分，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当我们在思考，所以为什么说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反思，就是之前老师在教我们刑法的时候，就是提到18条第1项，如果要我解决这个案例，很简单，就是句号，未满14岁。那当我们去观察说，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处罚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小朋友他心智尚未成熟，他欠缺判断非法跟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期待他去做司法的行为，所以他无责任能力。那在我国他们是绝对无责任能力的，因为未满14岁，我们不要去考虑个案，不需要法官裁量，不需要去考量他个人心智成长的状况。总而言之，结论非常容易。负责任能力。那如果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欠缺判断非法能力，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如果今天的被告他是有判断非法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刑法来处罚他？如果你这个个案，被告他明确的知道你拿重物去打一个2岁的小朋友，他会死亡，然后杀人之后故布疑阵，他制造一个营造事故的假象。那其实我们可以确定，被告他对于自己故意虐杀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是有认知的。那这个时候，反对者他可能会提出，为什么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如果我们觉得说不行就是不行，那理由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从这个案子是在发生在英国实际案子，当时引起英国跟国际非常关注，而且这个民众非常的愤怒对这个案子。那最后他们是。对这两，因为在英国，英格兰跟威尔斯，他们处理他们的最低的刑事责任能力是10岁。那这两个被告最后是有判刑，那也设计做了一个改变的刑事诉讼的程序。那这个案子呢，被告他跟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请，他说他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的公平，违反他的公平审判权。好，那我们从我自己在观察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他在处理相关的个案的时候，我发觉欧洲人权的法院的法官，以及至少在英国的法官，
他非常的注意一点，就是他把个案去跟国际人权做一个接轨。那我们在分析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我们看到诸多的判决，他不是在处理那个个别国家，比如说啊 ，T versus United Kingdom， 他不是在处理英国的国内法而已，他会在判决里面特别去把相关的国际法。那么已经有诸多的判决，我都发觉欧洲人权法院他会去分析研究儿童权利公约在这个细争的案件里面哪些的事项应该要关注到，所以我们可以发觉他会不断的透过分析去填补他在跟国内法的落差。那么第三个部分我发觉到的，他其实是一个至少在欧洲人权法院制作这个判决分析尝试给出结果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科技整合的过程。那反观我国，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模式。我们注意到儿童的权利，可是它是零散的规范在少数的特殊的儿童权利，比如说残疾儿童，比如说寄养儿童，但是全面整合的法规还并没有形成。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思考。那为什么提到它是一个科技整合？我们在整个法院在审理，英国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当中，他会去问学校老师，他会去问教育的专家，他会问心理学家跟医生，到底几岁的小朋友，他对于如果你拿重物去伤害别人，会产生重伤或死亡的结果，那个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阶段？他到底有没有认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心理学家、儿童精神病的专家、校长，都在这个案子里面，专家的意见、专家的证人意见可以做一个呈现。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发觉，他真的是在一个法律的案件当中，能够去做到科技整合。那我觉得在我国这个部分，除了整合性的那个规范性的框架可以做一个规范之外，另外在这个部分强调不同专家的意见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单向法律人专擅或者是单向的思考，对我们的未来的政策或者是案件的执行分析可能会更有帮助。以上，谢谢。好，那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很早就有提到像难民儿童啊，哈，这个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也要非常谢谢原本是刑法专业，但是后来也是跨领域专业的蔡瑞芬老师来帮我们处理这个非常麻烦的议题哈。那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佩芬老师？其实我才要。非常感谢施老师，然后还有福特老师以及图上给我这个机会来撰写这个议题。然后刚刚听很多的老师在讲儿童权利公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是那个联合国的国际模范儿童，然后我突然想说，哎，可是我觉得我在升学啊，然后在整个儿童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我的爸妈非常的照顾我。然后我在听老师们讲，然后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这本书一定要广为流传，因为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快乐了，真的才是非常非常应该适合儿童的那个成长，而不是像我们之前，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在升学压力之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这样子。那很荣幸的可以来写这一章的相关议题，有这个机会来做相就是类似议题的一个研究。那在我介绍的这个 PPT 是在关于难民儿童跟童兵禁止，以及跟这两个难民儿童还童兵在他们身心恢复跟社会重整的部分，所以我的章节就是这三章。那难民儿童是在儿童权利公约的22条，然后童兵的禁止就是在38条，那社会重整在39条。那关于难民儿童的部分呢，我先介绍的是它的成因跟它的定义，然后再来讲到关于难民儿童的一个基本权的保护，还有以及它的安置跟庇护，然后国际上它应该是怎么样子去做，然后在我们国家是否有遇过难民儿童的事情，以及要怎么在后续的部分要怎么去着手去做。然后在童兵的部分也是一样，先介绍为什么会有那个就是小孩子去当兵，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禁止，那在国际公约它是怎么样子去规定，以及在国际上有哪一些案例的情形，那台湾是如何的去实践，是否有违反到儿童权利公约的内容。那最后呢，讲到童兵跟难民儿童的身心的发展跟恢复这两个部分，那虽然是有一点像，不过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童兵跟难民儿童呢，在权利公约之外呢，还有一个
在同病的部分是有认责议定书，有五方冲突的认责议定书。那首先我们就翻阅一下难民儿童的定义，什么样子才能够该当成难民儿童。那发现在1951年它有一个难民地位公约，可是它也没有去提到。那1967年它有议定书，但是都没有针对难民儿童做出定义，那它只有针对难民做定义。那我想难民一般大家大概都知道，就是有种族因素或政治因素不能留在他自己国家受到其他国家保护的人。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讲，可以大家再详细的看一下书。然后儿童权利公约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他有提到说，在评价为无人陪伴或没有父母陪伴儿童提出的难，在他提出要难民申请的时候，如果他的行为是跟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所遇到任何一项理由是相同的话，就应该要授予他有难民的地位。那在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呢，我们发现说他的那个儿童定义是未满18岁，所以应该是指未满18岁以下的难民，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难民的儿童。那在我们的国家呢，它怎么去定义难民儿童呢？其实也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目前是采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个认定标准。那在国际上面呢，它对难民儿童的一个保护呢，它有一些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我写到是在6名难民，他在香港办事处他拒绝承认，所以呢就把他遣送回国。那这些难民呢，这些难民儿童呢，他们是认为说他们在国际法之下应该是不应该被香港的驱逐出境的，他们是符合难民儿童的一个地位。那关于香港把他驱逐出境，是因为他并不承认他是所谓的难民儿童。然后呢，他们也主张说不应该只是依照难民署的一个判断是否属于难民的一个地位。那香港的高等法院他们是认为说，虽然国际法上有禁止把遭受迫害的难民来禁止遣返，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并不是违背的，而且他们对儿童权利公约的第22条有声明要保留，所以香港并没有适用的余地，所以还是把它遣返了。那我在这本书我自己个人的见解是认为说，其实儿童权利公约里面认为儿童有不与家庭分离跟保障儿童的组织权，除非呢分离是对儿童最佳的利益，否则的话分离就是违反了儿童最佳利益。所以我们觉得香港的法院呢，他所做出来的判决其实好像是跟儿童权利公约是相反的。那虽然他有做保留没有错，可是他毕竟跟最佳利益是相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利时的难民案，因为它比较复杂，所以我把它画成这个样子的图，就是一个刚果的一个女童，她跟她妈妈刚拿到加拿大的难民庇护，然后团聚之后呢，就跟着她的叔叔坐飞机要回去加拿大，找跟她妈妈在一起团聚，然后定居在加拿大。就她在中途的时候呢，她在布鲁塞尔机场就被扣留，原因是因为她欠缺必要的旅行跟移民的文件。那一扣留就扣留了2个月，那把她送往一个成年的居留中心，而不是专门收容女童的中心。然后呢，她有申请难民的庇护，但是被拒绝，而且遣返回国。那于是妈妈就跟这个女童两个人依照欧洲人权公约第358/13条向欧洲人权法院来起诉。然后法院就认为说呢，这个拘留女童是违反儿童权利公约，应该要立即释放儿童。那释放的当下呢，她有陪同，就是有一个社工有陪同她，然后也有请空服员要陪同她。然后后来这个案子呢，就是在比利时跟加拿大总理的介入之后呢，就到加拿大跟他的母亲来会合。那我们要讲到的是说，对于难民儿童的保护跟庇护应该要做到什么呢？在儿童权利公约的第22条，它有规定到说，国家是有义务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难民儿童他一定要有人陪伴，而且可以获得适当的保护。那我们就要讲说什么叫适当的保护。那依照他的一般性意见书第6号，他认为说
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庇护制度，那要有国内的立法，然后如果说遇到了儿童是没有人陪伴或没有父母的话，要给予特殊的特权的待遇。那目前呢，在联合国的部分，它并没有针对难民儿童做出处理，那但是它是对难民的处理是自愿，如果要遣返的话就自愿遣返，那或者是就地融合跟重新安置。那在儿童的部分也是可以照这样子去处理。那在我国的部分呢，我们曾经处理过中南半岛的一个难民，但是当时候也没有相关的法制，那后来呢都是用个案的方式来处理。那目前我们也没有对难民或难民儿童有任何的保护跟庇护的制度，那我们只有找到说在家庭暴力、身心障碍以及人口贩运的过程，是有庇护跟保护的制度。那这一些我们其实后来发现说在国内既然没有规范的话，那要怎么去安置呢？那么我们是把它找到一个无一儿童及少年安置处理办法，然后想说可以类推的适用。那类推适用的话是亲属先交给他的亲属去做寄养，然后再来是一般家庭的顺序，再来是安置的机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下面的那个童兵的保护的部分我没有要多讲。那童兵的保护的部分呢，首先我们提到的是它是规范是未满十五岁的儿童是不能够参加战斗，那满十五岁之后呢，如果未满十八岁也要先考虑年龄最大。那他后来呢，在认责议定书提高是到十八岁，那这个是为了要配合就是一个公约叫做禁止立即采取行动就消除罪恶劣的行为，就是禁止童工的那个公约了哈。那罗马规约有把他认为如果招募十五岁以下儿童的话是成为是战争的罪行。好，然后大概在我们的认责议定书里面有讲到要怎么样子对小孩子做最保护的措施，有一些标准，那这些我们在书里面都有，还有童兵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台湾目前是没有违反的，因为他服兵役是从十九岁到四十岁，是符合十八岁以上这样子。那就算是志愿役也是在之上的。那对于身心恢复的部分，我们一个把握的一个精神原则就是尽量跟一般的小孩子可以没有两样，然后甚至在心理上面给他做一个特殊的关怀。谢谢。谢谢蔡佩芬老师啊，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是由可能在台湾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个对于这个特殊族群的研究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王增勇老师，然后他邀请了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三位研究专员跟他一起来写这个有关于特别群体儿童保护，尤其是原住民族儿童他们不受歧视的权利、资讯获取的权利、保健福利的权利，还有教育的权利哦。那并且呢，他们也有提出一些个案来描述这个台湾原住民儿童的处境哦，还有他们对于这个集体文化传承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哦。那这大概就是我们整本书哦，我想很少有那个专书发表会像我们这么认真的。那也谢谢各位陪我们做到最后一分钟。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发表会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对这本书的促销有帮助啊！谢谢各位，我们就休不下课了吗？好，谢谢。大家去测试一下，今天我们就来。